哦，来了，我自己都还没看到。噔噔噔噔噔。啊，郑姐啊，郑姐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。嗯，武汉病毒的是在家里，自己隔离。嗯，我们没得。没确诊的时候觉得闷在家里很无聊的，能待14天真的是很算很厉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，最近呢，因为就是自我隔离在家里有没有啊，吃饭就很麻烦，那时候整个街上都很萧条的感觉，所以呢我们买了噔噔噔叫了达美乐，这样你就不用出门了。叫达美乐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那个四种口味放在就是加在一起的。四种口味呢，四种口味不是这里几个表，来看一下啊，只有一个披萨而已。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，一定够吃的。我们要看一下四种口味的哦。噔噔噔，哦，来了，我自己都还没看到。噔噔噔噔噔，可以看出来这个有红番茄，这一种是什么口味的？翁来是夏威夷的嘛？哦，这里是夏威夷的，有翁来就是很确定。这样一种、两种，那这一根呢？哦，培根，然后。这个有蘑菇，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呢我要讲的是，其实台湾的它这个达叉叉的这个披萨里面，它我家就住在那个好事多啦，对，好事多它也有卖披萨，然后它只是300多块，那但是这一种呢连锁店的专业的披萨，它的好处啦，跟这个那个好事多有没有非常不一样，就是它很厚，然后它旁边有没有还有起司，哦，热的耶，好棒啊，所以不要讲太久，然后就那个在这段期间有没有苦中作乐吧，这个好令人期待，12寸的披萨，在家里隔离，就我刚刚讲的，可能就很痛苦，更别说我们没有这个确诊的人，我们也尽量不要往外跑。像武汉呢，它是封城啊，它封城之后，就是大家都不能出门了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重点就是大家自己找方法，苦中作乐，要吃饭了。哎，这只手没有碰到，你看我调的100多cc 的那个酒精，还没喷完，你看一个可以喷多久？阿庄呢？就是吃披萨配可乐，还好卖可乐的有发明这个无糖的，可以让阿庄可以。比较安心的去吃，都吃有糖的话会那个，就是，跳过浪过，我刚讲什么，拉长脚没那一种开始，这个看起来很像那面包店也有在卖的，回阿彩啊，有这个起司，有玉米，然后你看这切的多。切得多准啊，不会很难拿起来，好，我要享用了，刚已经干洗手过了，我顺便一个小道消息分享，他们披萨店呢最近因为武汉业绩呢有涨，这算综合蔬菜了，掉了，什么东东掉了？
没事没事，掉了什么不用管它。啊，没有部分呢、那也没差啊，反正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披萨以前最讨厌吃的地方，它的周围，他们后来给它改做加 cheese， 真的是很聪明。让原本不好吃的地方变好吃。大家平安，一起度过这一段艰辛的日子。有一天呢，如果在我的表演里面送披萨，应该觉得很好。因为披萨是圆的嘛，就直接丢进去，是半半掉。对啊，就是把披萨皮丢着换装啊。韩国的半半掉，如果韩国现在最可怕的。第二可怕，所以有机会再讲啊。还好这几年都有去韩国好几趟，五趟，然后韩国的旅游本来是算比较经济实惠一点的，不过也值得我们去游玩的。但是那时候已经是裴勇俊拍的那一个小岛。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去朝圣，然后我们还到釜山，然后那个釜山还有一个，他们有一个灾情是遇到那个捷运坐那个地铁就对了，地铁着火，那他们就盖了一个纪念馆，教大家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如果地铁着火的时候怎么办。那让我很震撼的是，他真的就模仿，然后那个烟有没有让你看不到，根本不到，看不到任何的路线，然后那个烟呛下去，我忘了那个有没有呛，不过就是说那时候真的会令人在加上恐慌的话，会找不到方向，真的。然后那个被烧，他们其中保留了一节的那个地铁车厢，在那个博物馆里面，让大家看被烧过之后是怎么样。看了之后，因为他的影片前面真的，我们要庆幸的，最主要是各位去看那个像捷运啊、地铁的那一种，有没有？他们的那个门口的椅子，下方有那个自动刹车，不是刹车啊，就是好像是装备啊，那个门啊，那个车厢的门怎么赶快紧急打开啊？好，这个顺便跟大家分享，当然是不要发生了。就是说，当地铁有没有？当捷运啊，施工了，被困在车子里，不要惊慌。捷运呢，它那个门的左右边吧，你打一下，不是左边就是右边，它下面刚好有一个开关，只要打开，那时候就可以。就是也不是用拉的，还是用拉的，因为用拉的，那个门就会自动散开，就可以逃生了。然后要模仿灾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只是去体验一下，那真的是很痛苦啊！你看不到前面都是烟，都是烟。然后，人家讲嘛，这个只是我的一个。这个给大家分享，出国啊，不一定就是到那个什么名胜古迹啊，什么啊。如果去好，人家怎么有点替韩国人担心那个他们的那个买帽子的那个乐园梦啊，爱宝乐园好大，然后。他们韩国现在那么严重啊，爱宝乐园不知道怎么办。爱宝乐园是那个韩国最大的，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啊，全世界这个营业额就是倒贴的，是哪一个迪士尼啊？不是疫情的关系，在刚好这个我看到的资料是。
的那个迪士尼，他的生日是生意啊，是最。你还去过两次哦？我们还去过两次，对。然后，那我们真的要讲真心话吗？讲真心话，用真诚的就可以打动我们的心。上海那个真的亏大了，我就遇到这个病情。上海那个真是棒，我的命赚还真的有一点好，就是他上海待不到一年，我就有机会去这样。然后上海跟香港的迪士尼两个，哇，差很多了。上海那个真的是不得了。然后，怎么讲啊？那日本呢？那日本的环球影城是不是也停掉了？可能哦，也不知道。就是说你有到大阪的话，那大阪影城在大阪，环球影城在大阪，那迪士尼在东京。我这个就是在影城买的史瑞克的，一顶500多块台币哦，3.9块的新加坡的波币，是叫波币吗？对，23.9块，反正赚起来就是一顶要500-600块。然后刚好我的脸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很像很适合戴这个。不是，当初我太太选这顶给我戴的时候，我一直排斥，不要啊，两个人那猪耳朵，而且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还挖他耳屎，有没有？那这一顶，你知道我这个后来在托那个导游帮我买了几顶吗？6，这是我的猪头，这样比较可爱一点，细感可爱，或者装可爱，我不用装啊，我本来就这样子的，是啊，就这样子哦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武汉病毒快过去，拜拜。